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在台北地检署向前中国小姐张淑娟道歉，并与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引发激战的同时，最美的风景悄然现身。现场媒体联访时，周玉蔻被旁边一位女记者的问题激怒，直接呛说：“妹妹，你长这么漂亮，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啊？”虽然她戴着口罩，却遮掩不住漂亮的双眼，引起网友们讨论，好奇到底长得如何。这名记者早已被收看直播的乡民关注，截图采访画面后，于 PTT 八卦版问卦被搜出 IG。原来这位甜美可爱的李丽珍是东森新闻的女记者与兼任主播，让我们谢谢她在双方激战的世界中带给我们最美的风景。